来，有人进来吗？我们来看有没有人。今晚呢，我们在美里有一个 home party， 我们来一个中秋晚会，所以呢，就让我很幸运的又看见 Annie 啦。OK， 那今天呢，我们所以今晚呢 home party 呢，基本上我们是在分享我们在 BE 遇上 BE 的产品过后呢，我们受惠的自己的见证。那 Annie 的见证都是超级强的。然后就不止他收会哦，他的加工也收会哦。等一下他也会跟大家分享 about Zencoso， 所以他会分享 Aurora Pants 跟 Zencoso 的见证。OK， 那 Annie 来跟我们讲一下你是几时开始接触到Aurora Pants 的？接触 Aurora Pants 六月尾。Okay. 应该是六月头还是六月，我忘记了。就是在六月时间，然后是看到 Elise 的 WeChat 的那个贴文，然后就去问他关于这个裤子的东西。然后隔一天就是 Caroline 出来跟我讲解，然后过后，但是我是为了那个加工的健康问题，所以才去问的，因为那时候是尿袋那边有石头、okay. 然后就想说这个是有帮助的、所以就去询问咯。然后后来听着 Caroline 就讲说我一定要先买，因为他有跟我讲他的经期问题就得到了改善、然后我本身经痛是非常严重的，就是14年的经痛、然后就是很辛苦哦、晕倒冒冷汗啊，痛一整天啊，这些都有了、就是很辛苦，姜汤啊，艾草熏啊，那种热敷袋啊，还有都不能够试的方式啊，都试了哈、然后所以有种放弃的阶段，后来就听到他们讲说是小菜一碟，就是很自信，所以就是在讲啊，然后就讲说好吧，那我就相信你。因为Annie是我在 WeChat 认识的、就我们两个的缘分其实很奇妙的，真的。然后他就这样子，我就想说我会相信你哦，就试一下，就当就是赌一把，这样反正都没有办法了嘛。对对，什么都 try 过了吗？就不差那个 Aurora Pants， 会好就会好，不会好就当做是一个雷丁在床上。对，你跟我的想法很像啊，当初 Caroline 跟我介绍的时候，我也是这样子的想法。OK， 然后呢，你是刚才你有分享了你的见证，就是说你拿到裤子过后，就刚好是在你本来要来月经的两个星期前，对吗？对，就我下单了，但是 Caroline 他们就讲，以你的状况，一定要尽快先给你，所以他们就赶快接到那个裤子，安排到货就马上给我，然后我的货到了就是他们收着这样子。就很快，因为他们有问我是什么时候嘛，我就讲说再过两个星期，我很快就送到我学校，还特地送到学校给我。哇，好贴心！然后当天我就开始穿了，穿了之后就很快，我身体是属于比较敏感的，就是很像感觉会比较多啦。就第一天穿的时候就开始很痒，然后就是整个两条腿都很痒的感觉，血液循环。对，然后那时候我是刚刚从麻疹康复回去没有多久，然后我就以为我又敏感还是什么，我就赶快问 Caroline 是不是这个裤子有问题，然后他就说不是有问题，是血液循环在改善当中。然后穿了第二天晚上就直接就是抽筋啊，就是很多很多很多感觉，然后抽筋了之后就开始觉得腰啊，因为我是站这一整天，我可以是从早上7点多到学校站到去下午，试了午餐又继续站到去傍晚，这样子长时间站着的，所以其实基本上回家的时候有时候脚会是属于水肿的状况，再不然就是很痛哦，因为站一整天嘛。但是穿了之后真的是就是哇，没有感觉，很舒服了。腰也是觉得说没有那么痛，然后刚才你有分享哦，终于体验到那种来月经没有
感觉。对，那时候我在大学，他们就会问我，真的有那么痛吗？然后我就很生气，你没有痛过，你不可能。其实我也不可能懂你那么轻松的感觉。是啊，然后你还有跟我们分享过你在弯腰的大马路边晕倒。对，那个时候是夸张啊！我跟我另外两个朋友去弯腰，我们都必须要搭巴士嘛，就搭巴士的时候，那时候是第一天来月子，我就跟他们讲说，我应该可能会晕倒吧，但是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是可能诶，而且我有吃两次痛药的，就硬撑着就去哦，因为难得是假日嘛，结果就下了巴士，我们正准备跨那个大马路哦，就是真的是很多。好危险，真的是很危险。然后我就这样子滚了下去，然后他们就马上把我扛回去马路旁边，然后有很多好心人士就停下来就问是不是心脏病啊，是不是要水，要不要叫救护车？哎呦，真的是。那个是第一次哦。我觉得应该是很难忘的一个经历。他们讲，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这样子的。真的是会吓到哎、欸！如果突然间。面前就有一个人 collapse 掉下来呢，是会吓到。对，今年第二次就是在学校，当天也是来月经，可是我的药没有带在我身上，然后来这我就硬撑哦，撑到因为还有两个小时我就下班了，可是真的是撑不到，我真的是越来越暗，就是我的眼前整个暗掉，然后我就跟我的同事讲我已经不行了，我整个就缩去角落旁边，因为我也不想让我的小朋友看到我真的是昏倒了，可是结果还是真的是就是张开眼睛是暗的，所以我就紧闭着我的眼睛，而且是全身麻痹，但是我不知道是最夸张的，是从头麻痹到脚的那种，是冷的那种。然后后来我老公就很快来学校把我接回家咯，然后我就在，因为他把我接回家嘛，我就在车里面30分钟不能够动，因为真的太痛了，就在里面睡了30分钟过后才起来，比较好一点点，然后他就把我抱去房间。就这样子，那是最近的一次。好那个 ，OK， 我真的无法想象，可是听你这样子讲，我就觉得很痛哦，很痛哎、欸，那种14年的经痛哎、欸，不是开玩笑的。就是那种感觉，什么时候？我一直每次痛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说我应该要去搬一个男的，再不然就是有什么办法可以帮我止痛，真的是最好是外传的，就真的是实现了我的愿望。现在就给他遇上了 Aurora Pan， 就是从此就成为了他最大的福音了。真的啊，然后现在就是穿一条等。越来越勤劳穿了，哈哈哈哈。OK， 老公会督促我穿啊，对，你看多么好的老公。OK， 那刚才我们也是有讲到 Zencoso 嘛，那 Zencoso 啊、对于你来讲，你看你给你加工次对吗？好，就给加工，然后啊、可以再分享一下你的啊、加工次了的感受，然后为什么他会接触 Zencoso？ 我加工是。8月份的时候，就是因为医生讲说是肝硬化最后一期，就是有点算是不乐观的状况，就随时都可能可以就是离开我们这样子。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有想到是要接触人口说，就是可以考虑说给他吃。可是后来因为真的是也不便宜，然后他们就我家公家婆就讲说，没有必要，就是我们自己吃清淡一点啊，照顾饮食啊就好了。可是在他住院那段时间，他也是因为昏昏迷迷嘛，所以吃的东西其实也没有很多，我就很担心他营养不够咯，然后 Caroline 就有讲说那个营养成分啊，然后是蔬菜跟水果的萃取物是很够的嘛，我就跟我家婆讲说我们可以考虑一下，可是他也是因为价格的问题就觉得说没有必要。可是到我家公真的很严重的时候，我就直接跟我老公讲，我觉得我们真的是需要试一试了，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嘛。后来我就跟伊丽丝就是拿他的鲜花咯，然后吃第一天就吃了，幸好是他很喜欢的味道，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想要吃很多。他没有看我，对啊，风景，本来回来这边，distract 到了，所以
然后你的加工，对，他吃了第一天就有那个血小板指数就有上升，然后过后胃口了，胃口都有变得很好，就讲说很好吃。然后刚才你是有提到说啊，他的血小板的那个什么指数很低，对吗？对。然后吃了过后啊，他的血小板上升，然后他跟啊 Annie 的那个家婆也是说，他是有史以来血小板的指数是最高的。对。其实是，如果没记错是要20还是100啊？这个我就不真的是不太清楚。好像是，可是他是在一。就是比正常人指数下很多，他现在才50多，真的很棒的见证呢。吃多久啊？其实他有吃完一罐了吗？还没哈、哦。很耐吃。很耐吃哦啊。对，很耐吃。对，很耐吃。因为那个汤水也是很小一个。很小。对，你其实不需要吃多的，你就是吃一天大概吃两汤匙，因为人口说你买人口说的时候，里面我们会再附送一个小汤小汤匙汤啊，对。我就是用这那个小汤匙吃就可以了。对，现在他每一天吃一次，因为状况好很多了。超棒的见证。你还有什么要分享的吗？会开心吗？看到这些见证。我今天来到美丽饼。他真是太幸运了，这个人。哦，我还有面膜。面膜。下次我拿 baby。哇，老你我要拿全部面膜。好，可以可以，带多一点人来啊，就可以拿到。好的。OK， 所以呢就很感激啊 Annie 今晚的分享，真的是很感动很感动，因为有时候真的是健康无价，然后遇到这样好的产品真的是很感恩很感恩，真的是很幸福啦。然后我们就把这些很幸福的见证继续分享下去，帮助身边啊有需要的人哈。OK， 好了，那就感恩大家，谢谢大家看我们 live， 拜拜，看前面，看前面。这是我的下线一零，哎 ，Brian 在看着 ，Hello Brian， OK， 拜拜，他才害人，对啊，才害人。